这样可以。好，来，各位看一下啊，世界三大名犬啊。去你的，黑白棕。快点，来，准备啊，来，名犬，来，三、二、一。他们全部低头了。兄弟们，配合一下，马上下班了。 来，真嫌弃，只有中间的藏獒抬头了。他不会咬人吧？不会。他困了。来，哥们儿，给你。来，你看我。博远身上的像这个，头上的像这个。哥们儿，兄弟，真兄弟。 哎，这你们是有点像的，像哎，好像啊！哎，你好有犬系啊，犬系男友，犬系男友，犬系男友。哎，哥，你要这，你应该这样拍，我给你学一下啊，你要跟他们这样像一点。哦哦哦！哦哦！啊！啊！ 威胁到他的地位了，这个白的好酷哦！哇，好酷哦！来张集体的好不好？好，十万八千里，一和平实力。是狼，我们去下一个观景台吧，兄弟们。走，会可能会离湖更近一些。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羊湖。对对对对，哇，这个真的是近距离哈。啊，确实下来不太一样。哇，金子更好看啊。 这水也太清澈了吧！哎，这什么鸟啊？海鸥，灰头海鸥。哇，那我们喂它们一点呗。海鸥来。哇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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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乐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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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边。那是猪，叫猪的是乐乐乐。哦。Oh my god！ 照相机给我一个，来，小五，我给你拍照。好，我借了一个大的照相机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来，吴嘉诚往前三步走。OK， 一，好，离那个鸟近一点，我就带着它。哎，我能带着鸟，还能带着雪山。OK， 可以的，45度很好的。好帅呀，拍的。哎，我拍的好看。 哎，这好看，好看吗？好看的。等等，我给你拍一下啊，给我拍。哎，欢哥，你的照片好油啊，感觉。你一敞怀就油了，油了，油劲儿啊。你要往前走到哪儿？你的膝盖有事吗？把那个手冲我哥。 哎，坐坐坐！什么？太油了！他们都说太油了，太油了！羊湖都不能给我去油吗？走，我们吃点饭行不？咱们走起！出发，出发！哇，好开心啊！我们往下走了。驾车！哎，你们看那边。 太美了吧！哇，超美超美超美！哇，哎，我们本来要吃饭，我建议大家把这个饭桌放到那边，我们去露营好不好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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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我们就在湖边吃饭，咱们这个马自达车上刚好有这个露营装备。啊，来，九六开一下。你在干嘛？哇，这个车。 他这个车超厉害的，他只要脚下面这么一滑，这个是露营车、天幕、带卷桌、后备箱非常的大，都可以放进去。这个型号是马自达的 CX50。我觉得车就得够大，装备都得带齐，露营玩的才爽。我觉得我就挺需要一辆这样的车。露营去喽！跟着感觉走，拉着梦的手。你们有露营的经验吗？ 我有，所以你们是会弄装备的，是不是？可以，这个地方挺好，你看，刚好在两块吉祥的中间。
我们就在吉祥的中间吧。对，这样我们就吉祥如意了呀。你还挺会找地方的啊，这样非常好。哇哦！这个是蛋卷桌，铺在上面。我们待会儿就会累，累了就自己坐一会儿，先歇会儿。啊！九州，来。哦，来。哦，好。 你待会儿得跟大家告个别，待会儿我的车把你送机场跟你的经纪团队会合。哦，那个兄弟们，我临时有点事儿，可能要跟大家道个别。然后认真的吗？对，你放心，一切会顺利的。好，没问题，等你回来，一切顺利，拜拜。